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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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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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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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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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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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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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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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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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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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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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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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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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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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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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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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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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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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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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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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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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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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里就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历经十劫，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字是很感动的。不要是仅仅做文字的理解，我们要懂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历经十劫，就是成就了极乐世界，也成就了我往生的功德。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感到很悲叹，哎呀，都为我的往生成就十劫了，我还不知道。原来一定要救度我的佛，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的迷茫的众生，叫做冤枉轮回。你不是冤枉吗？阿弥陀佛都成就了我们往生功德了，我们还在这里冤枉的很。哎呀，我怎么办啊？阿弥陀佛怎么办？我都办好了，不要你办了。所以看到这样的经文呢，就有所感动，也感到很悲悯。那同时看看其他的人呢，还在那里，你看看，各位你出去看看，不信佛的人就罢了，你看即使信佛的寺院里边在那里求往生的，他都不知道啊，这件大事情他不晓得啊，你告诉他他都听不懂啊。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讲中国话，但是你把他耳朵牵开，你对他耳朵里面灌，能够打气筒都塞不进去。说某某人呐、啊，我告诉你啊，法藏比丘成佛了，我知道了。哎呀，你真的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好，法藏比丘十劫之前成佛了，我知道了，我经文我都读过了，我会背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历经十劫，但是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叫他成佛了呗？那跟你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啊。他成他的佛，这就经文就看不懂了。法藏比丘十劫之前成佛，就成就了你的往生功德了啊。这个话听得进去，这叫闻其名号。如果这句话你没有听懂，这也不叫闻其名号。法藏比丘十劫之前成佛，成为南无阿弥陀佛，就成就了你的往生功德。你听到这句话如雷贯顶，哎呀，我的往生已成，我是极乐世界的人，我何必还在这里苦苦流浪呢？我就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这叫闻其名号。这叫闻其名号，这信心欢喜。所以经文就说，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即得往生，诸不退转。
这个经文怎么读呢？为什么闻其名号能够心心欢喜？为什么乃至一念就即得往生？因为在十劫成佛的时候，就成就了我一个造罪堕落必然轮回的众生的往生净土大业。原来我的往生是阿弥陀无条件白白的惠赐给我，而且在十劫之前就成就了，在十个大劫以来都在呼唤我，就在光明在照耀我，再用他慈悲的声音在呼唤我，又派出善导大师啊化身来到这个世间，开出这个法门，让历代的祖师传承这个法门来跟我讲，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你说罪过不罪过？你该不该揍板子？应该趴在地上把屁股撅出来，狠狠的抽条子啊，自己抽自己，负荆请罪。即使这样你就跟有人讲，有人还不相信。所以佛法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相信的，你真的跟他说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各位大家很有福报，能够听闻，哪怕你半信半疑，那你也是很了不起的。如果能够全信不疑，那你就是舍利弗尊者，你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你就是故佛菩萨再来啊，久有善根啊，这不是鼓励，那这是跟佛很有缘啊，听到就能相信。所以经文一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前面我们也举了偶遇大师弥陀要解的解释，所谓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是都是已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功德，救度众生的功德啊，十方众生的往生统统成就，是为了众生成就的，都是已经成就的，不是现在才成就的。所以经文里边这句话就讲了四遍，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如等众生你要相信，你要知道我极乐世界所有功德都完成了，都是为你完成的，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交通工具啊，运输我都已经搞好了，你怎么来全部都完成了，只要等你答应，你要相信，你要愿意，你要念佛，统统往生。所以印光大师就说，只要会念佛人人都往生，只要你能信，只要你愿意往生，只要能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法呢，就是万修万人学。那原因在哪里？不是说我们修得好，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十劫成佛之前已经成就了十方众生你我他的往生功德。所以我们下面念佛堂就有一个对联呢，五劫四维端为你我他，六字名号具足心愿行，这幅对联的内容是不错的。五劫四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十方众生你我他三个人都包含了，你往生也有份，我往生也有份，他往生也有份，六字名号里边一切心愿行都具足了，往生功德资粮完全圆满了，都是为你为我为他的，所以人人有份，这叫做十劫也成。那么这样的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在无量寿经里说什么呢？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啊，大家回去可以看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啊，这么长时间的修行，他是要让我们功德成就，不说得很清楚吗？令是使得，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是愿意，以偈颂曰，他说了一个偈字。然后73页呢就讲他的修行，讲法藏比丘的修行，我们看黑体字啊，省略的看。于不可思议照载永劫极致菩萨无量德行，一般的菩萨发心到成佛，所以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很长的时间，可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不一样，不可思议照载永劫比一般的三大阿僧祇劫还要长得多得多。那么做什么呢？积累种植，就累积一切菩萨无量德行。我们翻过来，这个极致菩萨无量德行为了什么目的呢？干什么呢？74页你看，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那么法藏比丘所修行的法门是清净的啊，是白净的，清白之法，清就是清净，不像我们是染污的颠倒的，它是随顺法性啊，不乖法本，所以呢专求清白之法。那目的是什么呢？要惠赐给众生大的利益，所以惠益众生真实之力，这是说惠利群生。因为这里的惠利群生，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啊，
会以众生忠实这个真实之力，然后说以大庄严具足众恨，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大庄严就在精进勇猛的修行啊，应尽的一切难行庄严，具足呢一切菩萨的难行苦行，这个所有一切的功德修行圆满，目的呢是让众生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就是法藏比丘成佛，他是要成就我们的功德，成就我们的往生，成就我们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为我们所造的，极乐世界的名分登记在我们十方众生的名下。所以有人还说，哎，我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房子住，你看那个有的房产证啊写谁的名字都很讲究，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已经给你发了一栋别墅了，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啊，你要去领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